我在做味道调查里面见过最大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。咱们怎么把它抓起来？直接爆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把鱼抬起来了，看看这条大鱼要三个人才能弄起来。三个人还不一定。抱起来了。一开始看到它很安静在下面，其实它还是很有活力的。是的。就是排水，因为如果水多的话，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它就水汪汪的，就跟粥一样，就品质极差。对，多余的水分排除掉以后呢，那它就会每一粒晶莹饱满。